看看新闻网。华语动画片也有新动作，描述花生星球上欢乐冒险旅程的《昆塔盒子总动员》将于8月2号上映。为打破华语动画向来缺少关注的窘境，片方以影片主题曲《弦声夺人》找来乐坛老将李宗盛、周华健联合创作，周华健和苏慧伦联手献唱。不过与往常的情歌对唱不同，两人这次是父子的关系，周华健自然能唱出爸爸的心情。不过曾经的清纯歌后苏慧伦史无前例变声11岁的小男孩，效果还真的是有点奇怪。想照亮世界，每一天每一个夜，只要你勇敢走向前。娱乐新天地，于丹已经没有零花钱看电影了。报道。